菩提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灾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好，那我们再回向净土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个别回向，回向自己、家里成员、亲朋好友，还有周遭认识的普特伽罗，还有目前身心正在受苦一切众生，包括君云老清泉、我的许秀香、陆佩佑、彭瑞兰、叶轩、朱灿、燕华、林秋怡、黄慧敏、黄志勇、黄瑞娥、徐伟丽、林翠、魏婉霞、黄昭栋、蔡雪的郭玄灿、陈庆元、周玉杰、蔡玉、曾玉物、许龙卓、赵同演、汪敬忠、翁碧莲、黄秀莲、苏约、许家湖、庄玉崇、王明金、叶雅珍、王晨、朱熙、林王慧修、徐晓、徐美、木莲的儿子、罗世英、许义雄、洪登坚、杨高堂、林曼玲、曾李秀威、宋开熙，还有被关会修的感染而致身心痛苦者，将得诸菩萨的加持跟护佑，身心安康，事事顺遂。同时回向，不管遭遇天灾、战争、意外死亡的中阴身，还有这辈子当过我们家人、亲属、朋友的往生者，还有无始劫曾三过冤亲债主，还有无始劫各位血缘关系历代祖先，包括林纯如、吴秀荣、王美玲、蔡敏雄，还有被武汉肺炎血流感感染之死亡者，然后造成武汉肺炎血流感这些变异，有没有变异原名病毒，还有目前正在三乐区受苦且众生，还有跟住在一起的地区林冲、护法、鬼神，还没有照顾过满的孤魂野鬼，我希望得到诸菩萨的摄受跟接引，能往生净土，速成菩提，再回入娑婆度有情。我们观想阿弥陀放出无量道金黄色甘露光明，快速融入到我们自己，还有所有众生的身心当中。托阿弥陀的金黄色甘露光明的洗涤，我们说的业障跟病障，很快速变成黑水或者黑气，从我们的全身毛细孔往外排除。再观想，阿弥陀放出更多无量金黄色甘露光明，融入到刚才所说的非人、中阴身。三乐去受一切众生，还有母亲这辈子已经过世的家人、亲属、朋友，还有这次造成 COVID-19 的这些变异，我们有变异变异病毒。好，从阿弥陀加持之后，这些非人就全身散发出非常明亮、灿烂的金黄色的甘露光芒。内心有得到阿弥陀眷顾，充满着欢喜、希望，那个光明，那种强大觉受，快速由地球上上空上升。好，最后被阿弥陀的大慈大悲大愿菩提心勾召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包中。好，请。行，好，最后代表自己，也代表亲朋友情，以最恭敬、最虔诚、最感恩的心，向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、本尊、上师、护法、圣众，至诚礼谢，行稍微献礼，文宣，再问讯，三问讯。好，谢谢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法师。